玉珍山啊，这就要来进入了三季，因为过去这绩效拢真好，真正都捌出现讲这个高雄哦被调查偷的这个状况，所以为着要撇免咱农民的损失咯，农地警方就启动了后果专案，设置了八条路线，还有45个巡逻点，定期来做巡查，保障咱农民的财产安全。这最近哦有窃贼是贼啦，那因最近够发现那山药我们放起来了呐。好啊，单讲。我还没过较顺的咧。还没顺的。嘿。哦，啊，恁电线弄好的吼？电线有啦，嘛先来检查一下。对高雄到干湿期的状况，巡逻的警察拢已向农民来询问。这是玉珍分局当下进行的后果专案，将要伫山药的三季六七月份设置八条路线、45个巡逻点，定期来巡逻，让贼偷唔敢黑白来。因为每年这个六七月份是那个本分局辖区的农产品采收期，那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少，所以产量减少，价格上升。那所以我们针对辖区的这个水果这个易遭窃的地点，去综合规划了这个护果专案的勤务。那总共分为市区八县，啊，总共45个巡签点。那我们假日也有动员内勤的支援警力来加强巡逻。那各果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人车，可以及时向分局通报，让园警第一时间能够到达，那以期达到这个守护民众财产安全的任务。现在进入三季的山野，因为气象稳定，对此也可能成为贼偷的目标。透过警方的协助，让农民感觉更加安心，也减少着贼偷的状况发生。进前遐较无啦，啊，然后遮景气较歹吼，就拢有即款情形啊。那迄要做菜，山也好啦，啊，像去年人迄落落来人嘛是，规区拢总也变了了。有咧顺有差。有差吼。啊，你若无咧顺哦，伊就真啊迄落。不对啊，顺者有差啊。警方提醒农民，如果这段时间有发现奇怪的人，会使向警察局来联络。环境也会加强巡逻，配合社区的巡守队，共同维护农民的财产安全。记者郭博义，玉珍区采访报道。